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我终于要出国了。那我这次要去的国家是南韩首尔，好感动哦，有点想哭。第一次出国，人生从来没有出国过。以前要出国的时候，疫情就开始了，等了3年，努力了很久，终于可以在今天出国了。好啦，那我要先去 check in 了，等到时候再跟你们说吧，拜拜。机场的人潮还是蛮多的。刚刚已经过了海关，现在已经来到免税店这边，然后准备要去登机。我第一次来韩国，结果就有两个人会讲中文的，他
们就问我，就是地铁的就是路要怎么搭，我觉得超好笑，好荒谬。我第一次来韩国哎，然后就被问那个路要怎么走，而且重点是我还能够很正确的回答他们那个路要怎么走，超笑的。圈圈就是大站，大站就会讲这个。要转乘的话，要怎么看最清楚？直接看数字，你要坐到哪一站？比如说你231要坐到232，那你就看那个地铁的方向，就是它是比哪个数字，你就坐到那个数字，记数字就对了。因为有时候有些地铁它不会讲中文，只有像这种圆圈圈它会讲中文。韩国它有很多种颜色的那个就是地铁。那你就是看数字，比如说绿色就叫2号线，咖啡色叫7号线，紫色叫5号线，然后9号线啊之类的。按照就是颜色还有线路的名称，就是它会用数字去做代替，然后你就去看那个数字，然后就可以去搭地铁，其实很简单。这里就是首尔车站。Olivia 有2层楼，超屌！
刚讲的，可以在窗边唱歌的一个 KTV 秀，这是宏大的夜景，哇，这好热闹哦。
道，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来找西装外套，男版的。哎，这里真的随便一个就是东西都很好。我真的是从不好意思，但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。哎，你的西装外套在那边。哎，瑞瑞，你的西装外套在这边。镜子，我觉得它算薄透的，至少它比就是有一些品牌还要便宜。这里是韩国 COCO， 感觉好高级。所以就是江南的 couple friend， 好可爱哦。这边有一个照相的 Life Friend， 我们等一下要进去照，感觉还不错耶。所有的地铁都是长这个 logo， 然后人都好多，车子来了，有点类似台铁跟捷运的混合。今天又来吃烤肉了。
这次是有配菜。这一万五，那差不多两三百块而已。天气冷啊，不吃辣会冷死。这个蛋好吃，这是火腿，这是猪花，然后那个是炒饭。韩式拌饭。大道瑞瑞，好像很多店都没嘞。前面还是灯火通明。要走。我右撇子比较好拿手机，因为我想拍晚上的林荫大道，是真的很美。天冷了，对啊。新沙站的晚上还是一样灯火通明，但是地上就是有一些纸张。这好可爱哦，这是什么？
到大餐，潮汕炸鸡，真的是超级美味。超好吃。真的植物、啊，这个是直升桥。要加花露，真的水，把你打喷泉。这是给人家拍照用的。不然是干嘛？拍照大礼用。它下面要可以浇花。